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nny 李杏毅。我今天来到马尼加尔，听说我需要接受这个潮语大考验。六六六即是什么呢？我知道内地就有潮语就是很溜，就是很厉害，但我不觉得是那个。好累，有累我就知道，好累是不是跟有累一样，即是很有义气这样。好累，你好累，你好有余，这个我真的不明白。中二病，中二会有什么事发生？中二人有病。C 一我就知道，C 位我真的不知道。C 位？这是香港地道的，就是勾晒嘴啊，屈肌啊，甜水啊，嗯，還有